考试院长关中接受广播专访，谈到了公务员退休制度，认为18%应该调整，还有落日条款，甚至是渐进式终结。但关中强调，这是他个人想法，完全没有定案，也还没有经过讨论。不过年金改革势在必行，退休公教人员的年金制度，希望比照劳保所得替代率调降到70%左右。